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来了，在1月7号至1月24号期间，预缴2月份月费最多的8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1月29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。想同毓民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起团年的话，就要把握机会女子跳唱组合 I Feel Face， 我是 Shirley 杨泽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思李思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saki 潘颖林。大家记住，星期六晚7:30，达人在线，千祈唔好睇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筒辉，逢星期六晚7:30至8:30，达人在线，提大家千祈唔好睇，求你哋啊，千祈唔好睇啊，唔好睇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 Jo， 逢星期六晚 My Radio 7:30，达人在线，千祈唔好睇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敗走網絡界的導演 Ronnie。嚟緊逢星期六的7:30咧，有達人在線，千祈唔好睇，唔係同我一起敗走噶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魔術師 Miss Honey， 逢禮拜六夜晚7:30達人在線，千祈唔好睇。如果唔係，你會有損失。我一见到 Miss Honey 咧，我就好想打电话俾佢。点解咧？佢直情系佢绝对唔尊重呢个场合，佢食鹌鹑蛋都有嘅，真系。因为唔请埋你食。吓，唉，咁啊，好啦，翻到嚟第二 part 达人在线啊，咁啊就咁依家咧就唔嗱新城嗰度就讲完啦。头先咪后都阿 Ike 都问咗我好多新城问题，咁啊系啦，原来佢都好八卦嘅。O K 嘅。八卦妹嚟嘅。喂，咁点啊？依家喂，我发觉2015年你哋出动系啦，你哋出动好似唔系大锣大鼓咁样，个个都唔系大锣大鼓咁样，即系我除咗头先 F F X 系，即系佢系被大锣大鼓啫，佢唔系自动大锣大鼓。咁点诶？你哋系谂住点搞啊？依家？而家其實我哋主要都希望盡快去錄好隻碟先，同埋搞掂第二個 MV 先。OK， 有啲多啲嘢俾大家見。但係好老實，我真係 YouTube 咧，我睇唔到你哋演出嘅片段好少喎。係啊，演出嘅片段點解咧？點解？點解？或者啲 gossip 啲嘢好似都你未習慣演出。不是，因为目前我的 visa 的问题，所以目前演出咁好正常啫，攞到咪唱咯。咁、对、但系有冇觉得奇怪咧？即系你哋会唔会有时谂下，喂，系咪个部署错咗咧？即系会唔会系2016年嘅新人会啱你哋啲咧？其實我哋其他嗰啲嘅，即係除咗新城之外，其他我哋都係部署喺翻2016做新人。O K， 係啊，即係你而家2016又可以叫新人咧咩？你唔係依家因為我哋會之後再出新歌，跟住之後再出碟咁樣。但係唔係新人㗎啦嘛，即係可能另外一啲獎，但係唔係新人唔關你事。其實都應該仲，其實有冇規定嘅咧？我都諗緊啊。應該是看你派台的歌是嗎？是啊，因為我們應該是這樣計算的。你在那邊跟電台說真的，其實我們解散了幾天，然後再發聲，我們又再新過了，叫 IJ 是啊是啊，新組合是嗎？我一查不是喔，玩得來可以拿這個，是拿到 focus 喔，是喔 OK 喔，那麼好啦，那麼等一下解散吧。那麼就幾久拿到啊？會唔會好漫長先攞到嘅？其實而家已經安排緊嘅啦，應該差唔多咁。同埋我哋其實因為我其實知道你哋唱，我就扮唔知啫。我梗係一早知啦。我新城嗰陣時睇翻，應該佢完
唱咩？系啊，点解唔唱？我都好想唱啫。好咯，咁嘥好嘥喎，大佬上一上佢就系唔唱得喎。跟住，跟住问我同事，未攞，未攞好证。但我見到你新成嘅獎，你哋係外語歌手咁樣。海外歌手，海外組合唔得意。外語，因為台灣人啊嘛。點解？海外組合嘅，但你唔係海外㗎。我真係。係咯，佢係海外。我一半係都唔得㗎。然後文唱的是國語歌嘛？哦，對啊，對啊。咁你下年翻香港又叫本地？係咯，咁又係啱喎，本地新人呢個係呢個唔錯。咁下年點解唔可以正正常常咁樣出嚟咧？要咁樣兜法咧？OK， 咁會唔會有廣東歌？暫時唔會。係啊，應該你辛苦好多如果廣東歌。可能咯，有讀一書其實 OK 嘅，佢講到少少啦。唔係喎，但係你嗰首歌好入腦嘅都，雖然國語係啊，係啊，你寫嘅嗰詞係咩？係啊，我知道係你寫嘅呢個係啦，係我就記得嗰句。够啦，唔系够够噶啦，够噶啦，好好睇你个 M V， 好棉花糖啊！啊 ，thank you， 好睇过900蚊。哦，呢啲各有各风格啦。呢啲好官腔啊！官腔先，900蚊啦呢度啊。咩啊？灯光都唔止900蚊啊！呢啲唔系佢个嗰个，佢嗰个好拍得诶，拍得好台湾嘅佢嗰个。其实因为我哋有冇有古仔嘅都有。那個 MV 有個故仔，那個 MV 都有故仔，有係咪啊？係咯，嚇點解啊？其實佢係有個故仔咁樣講咧 ，Jackie 咧就係一個暗戀中，係啊，你想調翻一次出嚟我見，繼續啦，繼續啦，唔係佢暗戀一個男仔，之後咧咁我就係一個小精靈嚟嘅，咁我就想幫佢，真係有故仔啊！其實你哋係睇唔出個故仔，唔係咯。我有睇，我睇兩次啊，大佬。我諗緊你睇咗啦。我睇緊你做乜嘢？喂，但係你係精靈都唔識飛天啊，要咁先。唔係我就係記得有條見到一條導遊咁帶佢出去帶佢玩咯。啊，帶佢 wet 咯，即係我會見到係咁樣咯。你話你係精靈，我真係想像唔到喎。我諗方法想幫佢睇點樣表白，咁跟住之後就帶佢進入咗一個。呢個係你自己覺得定還是導演？唔係，我哋真係有故事。導演知唔知啊？我覺得你係我唔係。我覺得佢哋拍完，我話俾你聽，其實我覺得你哋拍完之後，喂，大鑊啦，其實係點咧？係咯，夾硬鬥翻個故仔 ，is magic 喎，咁咪算？唔係 OK 嘅，你我嗱，我肯定你頭先嗰句嘢咧講上千萬次嘅喺唔同嘅媒體度，冇啊，我哋冇講過嗰啲，冇問你點解？冇人問過我哋。是不是有管理的那就好了，今次答得挺好，拿這個來做 Model Answer 對了，真的啊，我拿我那個來做對了，精靈有些牽強一點，不是我真的想幫你，不如下次介紹，其實我們想說有條導遊，有個小妹她就剛剛讀人理，有個導遊就帶她出去，就經過一間房間上完電之後出來就變了身，對啊，就變身，上電你知道什麼意思嗎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冇啦，算啦算啦。什么意思？唔好搞人啦。咩啊？呢个系贴地啲一件事嘛，冇嘢噶，完全唔影响佢哋形象，一样咁可爱。咩嘛？精灵啊嘛。精灵嚟嘅。食男精灵啊？咩嚟啊？咩嚟噶？落实字架嚟噶？嗱，唔紧要啦 ，OK 嘅，我觉得佢哋好开心嘅，开始融入到嗰件事啦。佢哋系玩得嘅，讲得笑嘅。啊，喂，嗰日我都见到有好多。演藝圈的朋友嚟，真係朋友嚟，定還是扮朋友嘅？唔係真係，真係有啲係識咗好耐朋友嚟嘅，係即係有啲唔係嘅。咁公司嘅朋友係啊，公司嘅邀請嘅朋友嚟。哦 ，OK。喂，你本身係做呢行㗎？我本身之前都有寫下歌、唱歌咁咯。係啊，因為我有個朋友同我講啊，佢係咪嗰個嚟嘅咧？唔係咁啊，我。鬼知啊，大佬，系啦，咁你係咪嗰個嚟嘅咧？我唔知你講咩，唔係嗰以前有個女仔叫 Pinky 嘅，唔係，唔係啊，冇冇嘢啦，咁就唔關事，算啦，算啦。因為之後其實我做咗旅遊達人咯，我就寫稿多嘅，我之前有上過嚟呢度做訪問，係咩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咩？做咩訪問啊 ，Tony？ 鴨頭喎佢，哦 ，OK， 好啊，好唔好玩啊？好啊，開心啊！因為你做乜上嚟呢啲台度做節目啊？冇問題噶，冇問題噶，分享自己嘅嘢啫嘛。係唔係用歌手身份嘅？我用旅遊達人身份出嚟嘅。OK， 你幾？你依家仲係咪旅遊達人啊？我而家都間中有寫下稿，但你冇去旅行啦。
作嘅。唔係啊，啱啱我同啱啱佢，我同佢十二係去啊，有 follow 啊，我都有睇㗎，慢少少啫嘛。喂，咁。咁點啊？咁依家冇旅遊咯喎，少少咯喎。而家少啦，好難走得開咯。嗯。因為以前我去台灣咧，我住喺佢度嘅，咁、可能一住住兩個。你以前做旅遊達人點樣維生啊？寫稿咯。哦，即係有錢賺。梗係有啦。Okay, 咦，咁都好成功喎，可以能夠做一樣有興趣嘅嘢而賺到錢。我到而家做到依家，我都係冇錢，冇收入。唔緊要啦。但係已經成功咗，以前要俾嘅咩？依家唔使俾嘅。嗯。係啦，已經好好噶啦。咁知唔知我做咩？我是殯儀達人啊！殯儀達人，什麼什麼達人？要做啲咩？係咪真噶？哇，唔係喎！哇，我真係揾咗有冇槍啊？想跳樓啊，大佬！佢連個撈殯儀佢都唔知喎，就咁行上嚟喎！我真係撈殯儀嘅，大佬。係做啲咩嘅要？做殯儀唔賣棺材咯，嗯、做南和佬咯，念經咯。哦，係啊，同你哋一樣都係歌手嚟嘅啫嘛。係啊，我知道。不過你哋可能會去紅館，我已經喺紅館啦。因為你哋體育館我係殯儀館啊嘛，都隔離嘅，我晚晚都要成班老友一齊開 band 唱歌咁樣，不過俾先人聽啫，係啊，咁啊無啦啦同啲女仔講呢啲嘢，佢都唔驚嘅，佢完全唔係啊！你見唔見到佢牽嘅？唔係佢心諗咩嚟？仆街啦！大嘢啦！會有鬼嘅你隔離。咁啊，我冇店屍體嘅，唔使驚。我啲夥計店嘅啫，我係大，我係老闆嚟嘅，係啦，咁樣好。咁咧就講翻你嗰件事先啦。咁旅遊達人之前你嘅遭遇，嗱，我先唔問，我唔會問你幾多歲嘅，但我就想知道你都年輕，可能十八到嘅都係，係啦，咁差唔多啦，差唔多，差不多。好牽強。喂，咁你嗰陣時旅遊達人之前你做咩嘢？我之前有做一啲網上商店咁咯，都有之前都有化妝品啊嗰啲，美容嗰啲嘢。係咧，都係女仔都係嗰啲啦，買水貨啦，佢食都係食化妝品啊，賣翻啲台灣啲水貨。唔係，因為我之前咧，咁我自己好中意網購嘅，咁我就喺度諗，我淘寶啲 friend 嚟嘅，唔係淘寶，我中意去唔係假嘢，唔係我中意去外國啲網站訂啲得意嘢翻嚟，即係香港未有得買。咩叫得意嘢咧？即係美容嗰啲機啊，咁可能香港係未有嘅。跟住自己唔啱，咁你就用咗先啦。咁係咯，我就跟住我之後諗下，咁既然我可以咁樣訂翻嚟自己用，咁我可唔可以？用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將那些得意啲香港人未有的嘢訂翻嚟，跟住之後就再轉手出去。公仔嗰啲啊，我用唔著。唔係你你跟住就成為咗一門生意啦。都叫做係咯。咁但點解執咗去做旅遊達人呢？因為會好。因為美容的東西你有個限期的嘛，經常就因為它要訂得多你才會簡單一點說啦，做生意是很辛苦的，是很辛苦的，不是我們以前小時候也是想著開一間模型店，我就坐在一間模型店收錢就可以了，整屋都是模型，哇很厲害，你真的困住你十幾個小時，你做一下你就不想做了，想撿了它了。好了，做完旅遊達人之後，為什麼有那麼其實做歌手是你自己本身是很想的，我突然間很主流，很憎呢件事。點解你突然間撈歌手呢？唔係，不嬲都中意嘅唱歌，咁又想即係自己寫嘅作品有機會用得著咁樣咯。咁你有冇學音樂㗎？其實咁你自己學吉他咯，之前有學吉他，哦，有學，但係仍然係唔識嘅，依家都係。淨係數曲咯，已經好叻㗎啦。係咯 ，solo 嗰啲太難啦，啲手指。唔緊要啦，通常咧一個演唱會咧要做到你係好識嗰件事咧，你識數幾下曲得㗎啦。已經好好已經勝者嗰都係咁樣啫嘛。後邊個？鄭霆鋒啊？你咁直接講，真㗎？是咩？即系人你讲乜嘢都影响唔到人啦！你以为自己边个刘德华？你以为自己系咁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，咁嗱，一直好想啦，系有遇到啲咩机会突然间话我变咗一个歌手咧？唔系，咁其实之前一路都有做啲音乐嘅，不过比较 indie 啲。咁咩叫 indie 啊？死啦！地下啲嘅音乐系啊，地下即系唔系主流嘅音乐嚟嘅。咁点解唔系主流嘅音乐系？嗰啲啊，我听到啲金属音乐。咁樣嗰啲噶嘛，比較電少少嘅音樂咯，即係唔係佢嗰啲好情歌嗰啲嘢嚟嘅。咁之後咁咪一定黑米啦呢啲。係啊，其實真係玩下咁樣咯。好明顯係玩啦，繼續咧。我仲以為你會夾埋去玩啲小清新嗰啲，原來玩啲咁自然。唔係，我之前係你講夾埋。我唔係，因為係之後我後屘
即係認識咗而家公司嘅人啦，同埋張佳添老師啦，咁知道你識咗佢先變歌手嘅。佢介紹。唔係，因為我認識而家公司佢哋先，因為佢哋想做音樂嘅組合。跟住又認識咗張佳添。唔係張佳添就之前都認識㗎啦。係。係啊，咁做組合工我諗。梗係揾翻個自己熟的。我你自己揸 fit 去揾㗎。唔係，咁有咁組合啊嘛，即係俾個機會我去，即係揾一個夾嘅人咯。如果唔係真係揾一個完全唔識嘅，可能大家即係簡單啲講啦。原本你係依家識咗公司呢度，公司人同你做見你做歌手啦。咁跟住咧，張佳添係佢哋揾翻佢嘅。係啊係啊。哦 ，OK， 之前阿 Kaden 都有上嚟做節目，係啦，做嘉賓，係啊，做完嗰次之後就開始沉啦，佢。希望你打破到呢個宿命。咁啊，咁好啦，咁啊，做到呢件事啦，依家咁裏邊你做嗰陣時，你覺得有咩係最難咧？或者甚至乎，喂，有冇諗過？喂，我唔得，我唔紅，咁點咧？嗯哼，都冇噶，都係衝噶啦，呢啲嘢想做點解唔做？冇錯啦，冇錯啦。公司問你咪叫你揾個人同你夾咁樣嘅，公司冇話你癲咗，點解揾個講國語嘅嚟嘅？又冇喎，癲咗，揾你夾癲咧。是公司找給你的嘛，不是，我跟他認識了很久了，因為熟所以就做了，是啊，哎呀，知道跟你朋友一點啦，一早找你朋友啦，都不關事的，都要試過音把聲來夾才做到，你以為這麼容易啊，真的，因為我在台灣經常都跟他唱 K 的，那是即知道我們把聲 OK 夾的，我你台灣就是因為找他，所以就跟他很朋友啊，是啊，我在那裡住嘛，哦，OK， 好啊，那仲有我哋仲有半集就到你啦，系啦，咁啊你幫下手翻譯咯，咁啊佢聽得明廣東話，但係佢講出嚟我可能我即係我未必聽得，唔緊要，好啦，咁啊 Jackie 啊，咁其實咧就你又係點解即係無端端又會係你邀請佢噶嘛？對對對，咁佢同你講嘅時候你有咩反應啊？咪玩啦，不會，因為我一直知道他。认识的人很多嘛，所以他当他跟我讲说，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不疑有他，我觉得好啊，那我就去啊。但你要离开你个台湾嚟到香港呢一个狗贩之地，觉得你觉得香港事业嘛，就是拼啊。哦 ，OK， 咁啊嚟到咁，依家点唔系住喺你嗰度噶嘛，住宿舍，系宿舍咯。OK， 好，咁啊，你觉得香港点啊？香港菠萝包好好味，对，我很喜欢吃香港的菠萝包。菠萝包啊，我喜欢吃，超喜欢吃。然后就觉得这里的步骤比较快吧，步调比较快，跟台湾比起来。当然啦，你唔觉得辛苦？不会啊。OK。咁算啦，調轉啦，我去台灣住啦，你嚟香港喂喂喂。OK， 咁啊，咁你有咩期望啊？我想你都不懂香港的電台的啦，新城啊、商台你不懂的啦，即是知道新城咯，还有香港電台啊，还有这里。OK， 呢啲唔好记，记翻嗰啲，你唔好上到台嗰时噏错咗。多谢 my radio， 多谢，哎呀，领嘢啦，星途暗淡嗰啲。好啦，咁我想问一下你啦，咁你会有俾几多时间自己？因为嗱，大家都知道做捞歌手就真系最冒险嘅一件事嚟噶，但系唔即系人生都要有一镬啦，系咪先？系啦，咁咁觉得你觉得系到几时先至为之？啊！我俾個時間呢、這個時間自己定點樣定還是係我玩完2016年真係冇氣息嘅唔搞嚇定點樣咧？都唔會，其實都諗住想堅持。對啊，公司也蠻堅持想。公司開頭咧咁講啊！我呢對你好有信心啊 ，Gary。你台灣本身做乜嘢噶？啊，我之前是做模特。啊，問得好，我都唔記得做乜嘢。模特兒拍廣告的。哦，咁唔怪之得咁熱衷演藝啦。如果唔係真係，因為原本真係都係好似你收到咁就唔奇啊，我就奇啦。我突然間如果慢慢棺材走咗嚟做歌手就好奇啦。咁但我要話俾你聽，我就2016年就要出歌，你信唔信？同你爭搶，點知點解？因為可以喺度唱咯。錯，因為有新城，有新城就有希望。咁啊係，佢哋可以自己唱好多次。可以自己做噶啦，佢嗰度，我使鬼唱片公司同我派台啊？我自己個台，我自己排啊！我攞只碟行入去，喂，播啊，播啊，拍佢行歌。每一晚都係播翻全部都係自己啲歌。起碼自己我又識 Kaden。喺 Kaden 度俾首歌我，咩歌冇所謂我蒙面唱嘅諗住係如果係紅嘅話咧，我諗住我 plan 好曬。如果紅嘅話咧，就除面具年尾頒獎禮；唔紅嘅話咧，就繼續唔戴住個面具黯然離去啦。
系啦，咁我已經有個 plan 嘅啦。我覺得我呢件事2016年一定爆。嗱，龍小菌嗰件事，我覺得唔同嘅，唔同我係唔同嘅，系啦。咁啊，你覺得點樣啊？我見你靜咗喎。佢想加入係嘛？喂，你做組合啊，粒係咯，佢就話想加入諗緊。但係你一爆咗出嚟嘅，咁今年一有個，我你做完你個女會唔認你我驚。係嘛？即係脱離父女關係。黐線㗎，我老豆。繼續講埋呢個咩咩。我話你一爆咗出嚟啊！咁到時今年邊一個蒙住個面上台唱歌嘅咪就係你咯？你估咁多人睇我節目咩？轉頭佢當你條友仔吹水嘅啫嘛！我真定假？喂，你估咁容易啊？我要譬如同新台長要佢 approve 呢件事，佢起碼要知道我真正嘅身份啦，係咪啊？知啦嘛？唔係啊，我未做嘛，我同佢講，我嚟緊會喺呢度派台嘅咁樣各樣，但係我會笠住個頭做嘅。咁你嗱呢個世界就得你知道我真正嘅身份嘅啫，即係我會咁樣同佢講啦。我其實我哋都知道。其實你哋而家做識我咪好咯，我肯定你哋出道一定爆，爆過900蚊嗰個。笠住塊面就出道，照拍翻嗰個 MV， 睇唔到個樣啊！所以啲人更加點多十次嚟睇，睇或者你係900蚊，你俾90蚊佢，佢借個靈堂俾你拍。哇！一定爆啊！我都話佢講啦，你真係俾到反應佢，我真係冇反應。九十年代嘅 get， OK， 好啦，嗱，咁啊，最後啦，咁啊，真係想問翻你哋兩位，咁嚟緊2016年。想自己去到哪個位置呢？因為2016年我實會接觸很多你們的，因為前面那班被人炒 Q 了，我就一定是走到那個位置了，對不對？講少講多一點，對啦，就所以我們是很多機會可以接觸得到的，對啦，你講來聽一下，我在今年的2016年的年尾我會播出來，究竟他們有沒有達成到呢？或者甚至乎他會不會半途而廢呢？你先說吧 Jackie， 你覺得你今年哇我要有什麼成績，或者我想點，我會點做法？嗱，除咗出歌、出唱片、拍 MV、例牌嘢咧，你必須要做噶啦。仲有啲咩會做咧？啊，做什麼？其實因為而家我哋公司嚟緊都會投資有啲電影啊、微電影嗰啲，希望可以即係參與，咁啊進軍下大陸咯。哦，點解話荷里活？我聽到未未未。OK， 唔係唔緊要嘅，慢慢嚟啦。最緊要即係唱好你啲歌，係啦，即係喺個頒獎禮上面。講真，我望咗個頒獎禮上面，點解我咁有信心做歌手呢？首先佢一半歌手嘅年紀係大過我嘅，係啦。第二，我見到有三分二嘅歌手係我唔識嘅，係啦。咁所以變咗我有對我自己好有信心啦。依家笠住個頭套都贏九條街嗰只，咁我試下啦。好少 DJ 會咁串嘅講嘢。我會好過分啊！唔會啊，呢個新風格嚟嘅。係啦，但係主流會接受到我呢件事咧。咁需要啦，如果唔係你再係咁落去咧，真係悶到嘔血嘅，真係。係啊，我覺得我哋幾爆㗎喺嗰度，又冇講粗口，又冇粗鄙，但係完全表達到我哋嘅風格。同埋我覺得攞到好盡啦，已經。知唔知我哋個節目叫咩名啊？唔知㗎啦，我都係搭過棚啫，叫百慕達人啊，係講科，係講靈幻嘢。幾時出啊？講2月。幾時唔知道，要睇佢震震個震央幾時完。佢震嘅震央，佢做啲餘震噶嘛，震唔到嚟度係嘛？震到又如何啫？咪走咯！我冇嘢輸嘅，我又冇撈咗十幾廿年咁耐，咁先咪行咯。我冇嘢輸，但係我話俾你，我就一定唔使走噶啦，我一定唔使走過嚟噶啦。我今日睇佢個網頁咧，嗰個主持嗰個表咧，慘咗。咁梗係啦，佢本身做咩？嗱，佢咁嘅，佢本身一格格嘅，好似灰位咁樣嘅。跟住咧，灰位你知係咩啊？好似擺個灰位嘅位咁。跟住我就打電話俾我哋嗰個負責即係 PR 嗰個女仔，即係負責management 嗰個女仔。我問佢喂，點佢做 admin 嘅？我問點解我嗰個相仲未上到喺上邊咧？喂，大佬，我要 cap 圖出嚟威下先得㗎，係咪先？啊，咁。咁但係跟住佢話：，未得住啊！依家你知㗎啦，咩環境？我係咩？哦，咁我轉頭即係隔咗兩日再睇，冇咗喎成個節目表，成個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係有啲嬲嘅，佢開頭咧一格格滿曬嘅嗰啲主持人，佢得翻兩個窿啫。我同期的所有節目的支持上曬一格格嘅，我哋內部㗎嘛呢張，到我唔係啊網站啊，網站到我嗰張冇喎。咁我梗係想睇㗎啦，冇喎，我雲觀最靚仔係我，冇我張相。
咁我梗係唔鋸啦，打電話問佢咯。過兩日成幅鏟曬，哇、嗯，爽到啊！你知唔知嗰個感覺係？我唔喺度，大家都唔喺度。係啊，我冇，你哋都一樣冇。好啦，咁啊，誒頭先佢講，頭先我俾佢講，咁你就答咗啦。咁你再講一次你自己除咗公司一啲好行嘅嘢啦，又話投資俾你進軍荷里活啊、大陸啊、汕尾以南嗰邊啊，咁你自己啊仲想有咩得到呢？我最想是即碟入面那些歌啲人中意咯，同埋因為今次好開心啊，可以將自己寫嘅曲詞放到落只碟。你唔係請唱嘅，你真係自己寫。我自己寫，唔係有一隻係咯。做咩唔請唱咧？唔係因為嗰只歌其實我寫咗一段時間噶啦，但係一路都冇機會用到，咁而家可以即係放落自己嘅碟係一件好開心嘅嘢咯，即好似有個 B B 咁樣出世。哦，好啊，起碼我識唱先啦、啊。到時會唔會擺翻首啲 indie 啲嘅落去啊？應該唔會，我哋因為。而家其實我哋唔係啊，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嗰啲係好歡樂、好正能量嘅。我就想住唱啲负能量嘅，咁咪啱咯。系啊，最负能量，系啊，面具差。我佢哋唔行嗰啲路，我偏要行嗰啲路。好啦，咁啊，多谢 JI 啦，咁就即系好愉快、好快嘅一个钟头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因为今日咧嗰啲料真系多啲嘅，系啦，因为地震呢件事，我相信全城关注啦。咁小弟揸咗少少料啦，咁啊，梗系出嚟发扬光大下啦。我亦都唔惊影响到我嘅，因为我又冇讲啲乜嘢，系咪先？冇人系咪啊？佢哋都话系咁啊，得啦，冇乜嘢。阿通年唔會令到我被炒嘛，或者被退休嘛。OK， 咁冇問題啦。咁好多謝大家啦，收睇我哋星期六晚七點半鐘達人在線。嗱，咁下個禮拜咧就同樣時間咧就再見啦。咁就記住交呢、這個交呢個咩啊？贊助費。交呢個贊助費啦，因為即係。要經營啊，飲茶灌水嗰啲啦，係啦，咁我哋轉頭就會攞你啲錢咧，就不想揼骨噶啦。OK， 咁多謝各位，多謝兩位，拜拜。拜拜。